昨天，中国政府网发布国务院批准2016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，在深化金融体制改革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方面，意见提出深化资本市场改革，推进股票债券市场改革和法治化建设，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。